今天是纯正东北范儿，东北涮毛肚。佢哋间店咧，每到宵夜时间，啲台系坐到出晒嚟嘅。呢度系食东北串串嘅，这才是东北味的嘛。而且佢哋系炭烤嘅，88蚊两到三人餐。哇，呢个好适合落班出嚟食宵夜。牛肉串半打，羊肉串半打，有鸡脚、豆角、豆皮，仲有秋刀鱼、娃娃菜、烤肠、茄子、烤面包。东北涮毛肚，销量冠军嚟嘅。佛山好似好少串串涮毛肚。麻辣味，牛头好嫩有弹牙，加啲芝麻酱肯定好正。怪唔得围围台必点，哈尔滨红肠。呢个就系我想象中嘅味道，边分肠系好有炭火香味，定制窑炉烤出嚟嘅窑炉烤土豆，啊好香哦！佢似食紧新鲜薯片啊，捞汁花螺，捞汁虾味，个味道酸酸辣辣。喂，呢个好送酒啊！